老师好，我是来自北京5+5 and the BMME 的飞龙。嗯 ，OK。飞龙，飞龙，飞龙。其实是很多都认识他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就是一般中国街舞圈的都是朋友。嗯 ，OK。听好了 ，OK。来，音乐，3、2。我觉得都挺让我惊喜的，因为在 popping 中，我最看重的首先是 pop 要够脆，要够大，动作要干净。他能利用他的动作把整体的空间给充满，创造空间感。Nice, nice, nice.就是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肌肉震动，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力量。哇 ，OK， 还是我们沙老师会带的，沙老师就是会带着玩。OK， 下一，我们都先，我先看完，然后。来呗，来了，青少年国家队，亚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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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师好，我叫徐佳琪，今年18岁，擅长跳 popping 和 hip hop，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 popping， 希望大家。好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OK。来吧。来吧来吧，音乐，来，3、2、1。学了点睡。
fucking surprised. We were like, whoa, that girl can pop. Like, she's pop, pop. And we were like, wow, that's, she's really strong. 佳琪就是属于那种你不看她跳你永远不知道她能跳成这样的那种。佳琪，太帅了。佳琪。好好玩啊。高级高级高级。Give him three towels. 我太强。老师的 popping 的质感，因为我可能喜欢这种popping 味重一点一点。走，龙哥。OK。然后我会比较喜欢那个再 rolling 多一点的，然后会有一些小的创意在舞蹈里面的一些。舞者，果然啊，果然啊，猜对了，猜对了。齐佳琪在这么小的年纪能有这么好的 pop 质感，然后 isolation 能够做到这么好，然后对音乐的切分也做得特别好的，是很难见的。没反应过来，我是下台之后我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什么？你这种感觉？当时他给我东西，我老师给我送东西了，好好好，谢谢老师，这样就接了。小女孩是国家队的，应该他们俩，她自己学的，她挺励志的。这女孩特别好。对，佳琪是跳的又好，对吧？然后又很努力，天赋也很好。对的，2017年的时候 ，HHI popping 单人他拿了冠军。2019年他就拿了 HHI 的世界亚军。2020年他也是 BDS 的青少年的全国冠军。我只是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记住我，就是我能真正的把我自己跳舞的 style， 然后呢一看哦，这是徐佳琪跳 popping 的风格，跳 hiphop 的风格，就是留在这届的舞台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憧憬，所以说他能给我毛巾，我还是特别感谢。还有他喜欢我的点，就是他说他觉得很喜欢我的 rolling， 一些特别的处理，我觉得我很感谢他能看到这些。对，好比三个人 too much， 没有，我们还会有机会的，大家不要气馁。OK， 这样啊，我来呢只是探班，我看你们毛巾真的挺少的。我要来探班呢，我是带着礼物给大家的哈。带着礼物？对。有一个毛巾的名额，好吧？现在一共有10条毛巾，对吧？对对。我先送给你1条毛巾，再有1名幸运，好吧？加油，你们加油。So now it's 11 times. Bonus, yes. 你们那个就是我去下一组看。OK. 龙哥常来，常来就常有毛巾是吧？你好，加油！太难了，太难了，知道，实在大少年团。对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天腾新呢，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一个队长，选人的时候。他还比较看重一些音乐的契合呀，还有舞者的每一个动作的一个质感。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清晰的。